歡迎大家收睇今晚嘅比賽。天氣咧就相當之好噶啦，抬頭望上天，雲都唔多嚿啊！而球場裡面嘅氣氛亦都非常之熱鬧，見到真係兩隊嘅球迷打氣啊，幾咁落力，帶曬旗仔，一片旗海咁，哇，相當之壯觀啊！奧脫福入面嘅氣氛真係冇得頂啊！曼聯球迷永遠都咁熱情噶。时候啦，曼联对曼彻斯特，哈利马古尼，费特洛迪古斯分去右翼度，好脚法，麦汤米尼而家攞到波啦，守门员单锤打出。在呢度出腳睇下搶唔搶得翻個波，反擊啦！費特洛迪古斯，迪基亞向前長傳，史高斯、艾夫拿、費特洛迪古斯搶翻個波翻嚟啦！踢埋上去，费特洛迪古斯呢一球俾得麻麻地啫喎。嗱，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啊，咁啊，所以对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曼联立翻个波，再嚟多次。费特洛迪古斯个波传向左翼。又將個波踢翻埋去中路喎，係咪射得咧？彈翻出嚟喎，食唔應啊！防守嗰邊鬆口氣啦。啊，走位啊靚啦，最後一步啊竟然入。拉舒福特，啊后防踢得好好喎，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个射门。索尔，费特洛迪古斯啊攞到波，麦汤米尼，麦汤米尼，但起到脚啦。远传嚟噶，横传揿出嚟，你有冇入啊？
曼联领先1-0。场边未入场的球员就好像没什么反应，不过断估他们都应该挺 happy 的。接得好啊，维迪碧咸，麦汤米尼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李神格连换一个靓波，呢球波过唔到啦。碧咸，碧咸好快咁向前传，喺右路突破到啦，而家会点咧？传中啊！解围成功，有机会打反击咧。拉舒福特尝试传入去，呢个外侧传球追唔到啦。杰斯个波出咗界，大外球啊！维迪向前传出，李神格连换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传埋去中路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呢个波点追啊？守门员大脚斩出去。自行压埋门，领先两球送晒啦！你净系睇呢个比波，你就知啦。平时佢哋练习一定系用咗好多时间。曼联领先两球，可以松啖气啦。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。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。系界外球，大外球啦。惊讶向前长传，艾夫拿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麦汤米尼，我几斯费南迪斯，李神格连换，李神格连换，为脚直线，赖舒福特起脚射。收手嘅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有入啊！个角度刁转成咁，边有可能救到啫？有时真系唔使谂咁多，好似呢个波有机会咪射门咯，边度救到？
聯遙遙領先三球。熱斯波基斯費南迪斯域陀連迪路夫，上半場結束。上半場45分鐘已經很多精華片段出現了，不過精華片段集中在一道而已。又開波啦！曼切斯特決定作出換人互動波，波基斯費南迪斯、拉舒福特、波基斯費南迪斯、哈利馬古尼、蘇爾、拉舒福特、波基斯費南迪斯。呢個直線靚啊！試下解圍啦，壓到上去咯噃，有冇機會入波啊？朗拿度，出咗底線係龍門球。哈利馬古尼，麥湯米尼，哈利馬古尼，蘇爾，賴舒福特，波基斯費南迪斯，呢腳直線一下通穿曬，個波出界啦。费特洛迪古斯、哈利马古尼直接长传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美神格连换传去侧翼，拉舒福特浪高呢个波，太大力啦！龙门攞到，朗拿度，美神格连换，波基斯费南迪斯攞到波啦。麥湯米尼，曼聯又立翻個波啦！費特洛迪古斯將個波分去邊啊？踢得好，麥湯米尼俾出一腳長傳啊！切斯特等咗幾分鐘，終於可以換人啦！揾下辦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！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個波喺麥湯米尼腳下，拉舒福特，哇！差啲第四球啦！哎呀，龍門口前面感射失，唔好話安慰佢啦，你唔問候佢都好噶啦。
乱，而家有后备球员入体。啊，呢个决定咧又唔错，喺冇咩压力嘅情况之下咧，俾啲年轻球员上阵，可以累积下啲比赛经验。赖舒福特，赖舒福特传个高波，犯规啊！系咪十二码咧？球证话呢一个犯规系禁区外嘅。呢球波啊，真系自作自受噶啦！成班队友又唔集中，又沟通唔好咁样，结果啊搞出咗个大头分。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朗尼完咗位啦，多尔、哈利马古尼，个波就过咗边线，朗拿度完全怕同人碰撞嘅，麦汤米尼、哈利马古尼、域陀列迪路夫，哇！想夹眼过人，索尔。费特洛迪古斯、波基斯费南迪斯、费特洛迪古斯、麦汤米尼、哈利马古尼、哈利马古尼，好快咁向前传。索尔。个波嚟到波基斯费南迪斯嘅脚下啦，个波飞出嚟，朗拿度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喂，冇紧时噶啦，呢个机会唔失，朗拿度射同救都系一流嘅。终于等到换人啦！而家场波暂停咗，跳起一顶，可以解围啊！域陀连迪路夫、索尔。赖舒福特
索尔、域陀连迪路夫完场啦。曼彻斯特好明显咧就唔够对手嚟嘅，对手咧各方面都系比佢哋好嘅，结果咧就输波啦。喂，天咩？可唔可以总结下啱先场波啊？哇！呢场波佢哋由头挨打到尾喎，净系睇个比数你都知道大家嘅差距有几远。时间差唔多啦，喺呢一度我哋多谢我哋嘅足球专家 Keyman， 唔该晒你啊，家谦。